當時會可能接慢射或者接翻呢個咁樣咯。應該。你直接將你原本嗰支麥接入去。我都得嘅。佢會唔會遮住我？會唔會推上？就冇嘢好似。一陣間做教協嗰、那個嗰單咯。係啊係啊。好。你知唔知邊間？琴日。我 forward 個invitation 俾你啊。哦，好啊，好啊，好啊。你認清啲人邊個打邊個啊？
得唔得？試埋請，一二三四，好，點？得唔得？講台，點？
邊先好啊，好。跟住左邊，嗰度有。各位朋友，今次是教協的、一個記者招待會，就近日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人呢接連呢發表針對教育界的一些的言論呢，包括呢將年輕的人士上街呢歸咎呢是教育的問題，歸咎是通識科的問題，更加有團體和親建制的傳媒呢是進一步將矛頭呢是指向前線的教師，認為呢年輕人呢是被教師洗腦同埋咧煽動而上街嘅。第一，我哋覺得年青人咧喺香港其實係非常之有獨立思考嘅，並唔係咁容易咧係受到某一方面嘅煽動嘅。第二方面咧就係呢啲針對住教育界同埋前線教師嘅攻擊咧，我哋覺得似乎係替而家嘅社會亂象咧係尋找一啲所謂代罪羔羊。另一方面咧，實際上亦都會帶嚟咗一啲白色恐怖。令到咧係個別嘅教師可能會擔心咧係會被追究啊，或者咧係會被捉住某一啲嘅問題咧，就會咧係即係大肆發揮，咁然之後令到教師咧會喺個工作上面咧係唔能夠順暢咁嘅發揮，甚至乎咧會擔心咧會出現一啲自我檢查嘅現象，所以我哋覺得呢個問題係越嚟越嚴重。基於有呢個咁嘅趨勢咧，我哋咧喺呢度想強調一下。第一點是教師自己本身他亦都是公民，作為公民呢他自己亦都有發揮發表自己的政見的一個權利，這一點呢在香港教師的專業的守則當中呢有非常明確的規定的，所以呢教師並不是因為他是教師所以他不可以呢再發表自己的意見，在一些自由在一些個人的空間裡頭，在一些其他的社交的平台裡頭呢，教師仍然是有發表自己的政見的一個權利的。我們在這裡是想提出，就是隨隨便便就說教師是發表意見是不得的，這個是並不能夠接受的，甚至乎有一些人士是在因為教師在社交平台裡頭發表的一些意見是採取一種是批判的態度，一種批鬥的做法，這個是我們覺得不能夠接受的，我們在這裡是表示憤慨。以後我想請另外兩位我們的理事呢發表就著通識科和最近一些情況的一些意見，先請是田方澤老師。大家好，我想呢即大家都很關心通識科的個問題，其實都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呢我們都一再重申呢通識科是一個中立專業的分析，我們的老師呢都是希望做到一個好的中立而專業而持平的教育。有關呢最近一些的建制派和一些的叫做親中的人士呢，包括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對於通識科的有關說洗腦啊還是教壞小朋友啊等等的指責呢，其實我們之前呢已經是一再地重申這些的指責呢是並沒有他的理據的。特別在早幾年呢，即我們之前都提過了中央政策組委託大學做的一個研究呢，其實證明通識科只會令到同學是更加深思熟慮，在他們政治參與之前他們可能會採取更加溫和的方法或者是更加多元包容不同的意見，而不會說呢去到一些人所說的洗腦或者更加激進的效果。這個呢是有一個即大學正式做的學術研究去支持的，而且是中央政策組去委託做的一個研究。如果大家是無視這些學術上的研究而去作出一些片面而沒有證據的批評，我們是覺得非常遺憾。而通識科本身我們都相信我們的老師一直說的一些批判性思考是真的可以更加在不同的角度去幫助學生去檢視一些相關的議題。所以現在
去講通識科嘅一啲洗腦嘅批評咧，我哋係覺得依然係覺得係轉移視線，係將特區政府嘅管治責任係以通識科做一個代罪羔羊，係諉過於人。咁我哋咧呢個位，我哋希望咧大家係亦都係相信老師嘅專業啦，同埋教育局係應該主動向外界咧去澄清對於通識科嘅一啲抹黑，同埋保護翻老師所受嘅呢啲嘅批評。我諗第三點啦，我哋會大家都關心咧，近日咧有通識科老師喺佢嘅社交媒體嘅一幅貼圖咧，引嚟一啲建制派同埋警務人員嘅抨擊嘅。咁我哋會睇翻咧，其實嗰位老師咧係已經即係好快咁樣咧係致歉啦。咁但係嗰一啲嘅警務團體仍然係去信教育局咧，係向局長施壓。咁我哋會覺得咧，如果個老師已經作出適切嘅回應，而且係表示歉意嘅時候咧，同埋個老師後屘亦都係好係辭去咗相關嘅一啲通識科嘅公職啦。咁我哋會覺得咧，而家再之後落去咧，對於一啲嘅評論咧，對於老師嘅評論或者呢個事件咧，都係應該係基於一啲嘅事實去評論，而唔係一啲上綱上線嘅一啲嘅污蔑或者係抹黑。咁我哋希望咧，即係相關嘅之前提過一啲人士咧，就唔好再繼續窮追猛打啊！如果之後再有人望窮追猛打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嘅政治迫害。我哋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正視呢個問題。其實我哋睇到呢位通識科嘅老師，佢能夠睇到一啲嘅批評，就算佢未必係錯，或者係中間裏面有一啲嘅地方，佢係自己有啲嘅空間可以發表自己私人嘅睇法。咁就佢其實係冇妨礙到佢自己本身嗰個專業嘅職務，佢都承擔個責任，辭去咗一啲相關嘅公職，以避免咗人哋有一啲嘅錯誤嘅理解。呢種係一種承擔，亦都係一個希望能夠將個問題去解決。反觀我哋嘅政府，而家就正正係處於一個錯咗好多嘅嘢，強推呢個逃犯條例，亦都喺過往幾年裏面好多倒行逆施嘅一啲嘅施政，令到個民怨係累積咗好多。但係而家只係用一啲好簡單嘅説話，就希望能夠安撫公眾，係冇深切咁反省佢哋嘅錯誤，更加冇提出一啲具體切實嘅方案同埋一啲嘅可以做嘅一啲嘅行動嚟去解決而家深層次嘅矛盾同埋社會嘅撕裂。亦都睇到，就算係喺成個過程裏面，除了施政的失誤找代罪羔羊，實際上警方在幾次的一些的大型的一些的行動裏面，實際上也都對很多的示威者使用了過分的武力，很多的指控也都要求他去檢視和去約制他自己使用的武力。但是警方或者這些的即警方的團體警務人員的團體，實際上他們自己也都沒有切實去反思，只不過是去諉過於他人。我哋覺得佢應該係參考呢位通識老師嘅做法，真係切實咁睇翻自己有啲咩問題，係咪使用咗過分嘅武力？同埋去接納有獨立嘅調查委員會，令到佢哋能夠咧睇清楚佢哋有冇使用過分嘅武力。若果佢哋仲係持守呢一種待人就以嚴、律己就以寬呢種咁嘅態度，係完全無助於解決問題，亦都無助於改善警隊的一啲嘅形象。咁我覺得呢一方面係警隊同埋啲警方嘅朋友係應該要切實去反思個問題嘅根源，同埋去即係正視個問題嘅一啲嘅説法，希望能夠解決嗰個摩擦嘅一啲嘅地方啦。咁整體嚟講，我哋睇到其實教師喺香港係好專業嘅，我哋係持守個專業嘅一啲嘅態度同埋守則去提供我哋嘅教育，去教我哋嘅學生，佢亦都有自己嘅個人嘅空間，可以發表佢自己嘅睇法。當然，我哋一定確保老師佢自己喺教育嘅過程裏面係必定會係持平，同埋提供好多唔同角度嘅思考嘅理據俾學生，讓佢哋可以獨立地做一啲嘅判斷。呢、這個就係教育專業一定會持守嘅我哋嘅立場同埋做法。但係當中老師有自己嘅空間同埋個人嘅權利，佢有自己嘅立場，亦都唔容許隨意去踐踏，亦都唔容許上綱上線對成個教育專業去踐踏。呢個我哋呼籲建制派
同埋其他嘅一啲嘅各方嘅人士，停止對教師嘅抹黑，停止對教育專業嘅踐踏，咁樣先至可以幫助修補撕裂同埋解決而家社會上現存嘅好多問題。好多謝各位。Well, actually, as a profession, educators and teachers are having various principles and ethics to guide. So we will try to keep impartial in our teaching. So to let our students to have various sources of materials and well, understand the social issu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o we will not brainwash our students. This is our well, profession.Well, take for an example, for the liberal studies subject, well,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and studies and evaluation in the past that demonstrate that, well, the liberal studies subject is actually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critically, and it's not brainwashing our students. So this is how the, well, there are much evidence to prove this point. Well,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accuse the education sector for brainwashing the students,They actually have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ir accusation. Can you give us more?基本上是他的個人的自由，當然作為一個老師，我們都會兼顧看看會不會在這裡在我們的教育工作上造成一些影響，如果有的時候我們就需要考慮和去小心去行使自己這個權利，但現在我們看到呢，就其實老師都已經是將那個圖像很快刪了，亦都是道歉和保證他自己的政治立場政治想法不會干預他的教育工作，我覺得這個是已經做得相當足夠和清楚了。 Can you give us more details on what sort of pressure is the teaching sector, are teachers, liberal studies teachers facing when it comes to accusations that they're what, brainwashing students? Give us more details on the pressure that they're facing. Well, for the accusation for the liberal studies teachers, on his placing of some improper materials in his Facebook, I think this is not related to the liberal studies subject. Actually, the accusation for the liberal studies subject, well, based on that, they well think that teachers are free to teach anything in class. In fact, the accusation is not true.Because there are curriculum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restrictions on well, what to teach and how to teach. So actually, teachers are teaching students well,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independently. They are not brainwashing them. What sort of pressure are the teachers facing from outside, from other people, from the Beijing camp? What sort of pressure are they facing? Recently,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some of them, make this accusation, and also our former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Chee Hwa, well, said that well, the liberal study is actually a brainwashing subject and also not successful. So I think well, these are actually some criticisms from some significant persons. So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其實第一呢，基本上呢，通識科裏面是教的範圍很廣的，由個人成長到到國家的發展到到香港社會情況全球化，基本上可能一些敏感議題佔好少部分，
第二就係咧，其實呢啲議題咧喺我哋嘅教育過程裏邊咧，係絕對就會話係需要提供唔同嘅角度嘅思考材料，讓學生佢哋自己可以去進行一個分析同埋判斷。咁所以就唔存在咧，老師係一定有一定嘅立場，需要啲學生去接受或者否定。咁所以基本上嗰個指引啊，同埋嗰個約束係相當夠。咁只不過係外界其實誤解咗呢一科，以為佢經常係講政治，事實上唔係啦。亦第二樣就係話，老師係咪好自由發揮，任佢講乜嘢咧？絕對都唔係啦，因為佢有課程嘅框架，亦都有好多嘅學校裏邊嘅教學團隊。是一個團隊去監察住呢啲課程的教授過程同埋落實同埋個平衡，所以絕對不是咁輕易可以在中間任由個老師就將個人嘅一啲嘅政治睇法灌輸俾學生，而我哋個專業操守亦都係規範咗老師，絕對不可以咁樣做添。有冇重複？咁啊，朝早啊，首都話即係曾經想公開咁樣同學生去溝通，亦係一啲大專院校嘅學生。我相信而家的情況是相當之困難的，因為咧係即係特首咧就話希望咧冇一個冇前設的溝通，但是咧係學生方面咧就已經講咗佢哋個希望咧係有一個有前設嘅。呢個前設嘅意思就話咧，對於100万、200万人上街，對於咧咁耐以嚟咧係市民咧表達嘅強烈嘅意見，政府應該咧已經咧係做出一啲具體嘅回應。然之後你先至咧係再去進行討論。我哋好明白咧，即係學生嗰個心情，因為其實嗰個意見其實係已經好強烈、好清晰咁發表咗。咁如果政府喺呢啲問題上面咧，到而家都仲未能夠回應，咁然之後咧再要求一個即係討論嘅話咧，我諗同學咧係即係唔能夠咧係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接受。咁所以咧，我諗。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強烈的信息的溝通來的了，即是你調轉頭看的話，我想面對著這個這麼強烈的信息來自學生回來，特首方面是不是應該就著那五個訴求作出更加清晰、更加是具體的回應？如果是不能夠就著市民民意是即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回應的話，民憤是很難平息的。一個平心靜氣的溝通咧，亦都未必能夠咧，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順利開展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就即係林鄭月娥能夠咧就住呢五大嘅訴求作出清晰嘅回應。咁呢點係非常重要。有冇問題啊？好，如果冇，多謝曬。